录影了，好，开始了。你们会紧张吗？你们会紧张吗？哦，那我们看个小说好了。觉得你有点变态。哎，上次有一个人做一个截图给我们看，哦，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哎，同学，我们讲一个故事哦，就是我们上次不是有教什么指数率跟科学记号，大家还有印象，对不对？然后嘞。好，给各位看一下，我不知道骂谁啦，但是我就是要讲一个故事啦。我们看一下李光恒，李光恒截了一个，哦，干，王八蛋，李光恒截了一个图给我，来，我来看一下，实况组哈，实心国小黄千化，然后人家问说，请问实的负二次方是多少？黄千化说100，各位看到了吗？到底是 what the fuck？你妹！来，同学，来，大家帮我作证。来，大家帮我们作证。来，请问十的负二次方是多少？还是讲错啊？黄千化，次方有负写分母啊。对，大于零啊，不是负的。你看，实况，我跟你讲，你在实况啊，哦。0.01是对的，没错，是0.01。黄千化，这故事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什么道理？哎，这好像是谁放的啊？这很丑啊！哦，他字写什么？哦，大家想看他这个？叫王年中进，30岁。哦，对，他叫王年中进，30岁，目前没有教高一班，然后这个班还打错。我们只是想要借这个机会帮他介绍女朋友，然后嘞。如果有什么适合的对象，然后可以帮他介绍。那你知道吗？他把这个传单发给谁？你知道吗？他拿去那个，就那一天会考，然后他发给那个会考生。然后嘞，完全都没有什么哦，我们的入学资讯，就是我们的。然后每个家长，因为我们有请那个初中、中学学生发，然后家长拿到就，这个是，参考一下，参考一下。这不是我，你知道他们是可以跟我做这件事的吗？就是我是后来才发现，为什么我们补习班会有这个传单？他们已经把它拿去发了，才跟我讲，你知道吗？而且为什么我会发现？因为发剩下很多，没有人要，然后就放在补习班，然后被我看到，你知道吗？而且我们还要花钱，就是你知道吗？这就是彩页哦，我们是花钱，然后就是请工读生去发。然后才发掉，好像印了四五百份吧，然后我们发掉几份，你知道吗？能不到50，都没有人要。我们在补习班还有厚厚一点，有空去用看。还不错，又是我 PO 的。你们开心就好了，你们开心就好了。是0.01哦，天花，是100分之一哦。是十的二次方分之一哦。好了，同学，那话不多说了，我们终于可以检讨作业了哈。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哈，虽然你在打游戏，但是还是要学数学哈。要不然突然实况到一半，有人说老师，他说千化实况组，请问一下十的负三次方是多少？他答不出来哦，就丢脸哦。为了以后的观众群，好了，好不好？你还是要知道一下。哦，太丢脸了，是不是？没有，但是太丢脸了，是不是？不是，人家看国小真的超丢脸。不会啦，其实国小不会是蛮正常的是啦。国小的。你到底是实况什么？那个什么，刚没看 Overwatch 吗？应该不是，应该不是网页游 Overwatch。戏啊。网页游戏哦，我以为是 Overwatch，想说 Overwatch 怎么不是用手机直播？Overwatch 是也是射击游戏，但是它的效能是比较多，有职业比赛。哦，没有的。对，那个比较那个真的很晕哦，因为它的那个 3D 的旋转视角太多了，有时候会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哪里。贝克街的王明哦，就是有一天我在备课，然后我不知道打什么标题，就打贝克街的王明。备课准备上课的内容，然后我不知道打什么，就打贝克街
就是想把这句话接起来。我中二。等一下啊，哦，白痴！我刚刚在我的平板里面找滑鼠，我在想说滑鼠原来出现在电脑里。我看一下哦，我们是国际。哇！哎，吓死！你在笑吗？在笑。我们昨天第几页？讲一下，讲一下，笑一下。好，七六七七。哎，七四没有吗？应该是我们出的。我们出两页而已啦，有没有想要为难各位啦？然后大家都觉得好像在为难他啦。啊，你们答案对了没？好，那我们现在对，好不好？我念一下，我还特别去看一个解答了。每次我每次对答案解答都会不见。不是啊，啊，我的我没有解答本啊，我都自己算，很可怜啊。来 ，B C， 不行了 ，B C C。B C B C C， 刚上课声音就不行了。B C B C C 啦。哦，头太大了。哦，在这边，在这边，哦，在这边可以了。B C B， 耶，到这里来笑。来，再来第六题。再来等于小大小，哎，有问题吗？哎，好可怜啊！哦，小大小哈、哦。再来第八题，负十八，负三三，这应该也可以吧？来，黄千桦，这三题有错吗？他骗人啊，他有错啦。好强哦，王千桦！那等下考试考100分哦。不会，有自信点吧。来，在第九题，答案是 B， 一后面有12个零，但是它是几位数？千桦，假设一后面有12个零，有12个零，那一呢？13啦，一后面的零有12个啊，这是几位数？你妹的！你听得懂他讲吗？我说，我刚才有一句说，十二位数后面有几个零？十二位数的一后面。哦，再掰啊！啊，第十题 B， 来十一哦 ，C 猪 A C。C C A C， 哎，可以吧，可以吧。来，第十五题很重要，为什么？因为第十五题在今天之后就会发生在王子老师的身上哦。要我刚去买威力彩哦。哎，没有错，你讲的很正确。我跟你讲啊，大家真的要珍惜我们现在上课这段时间，为什么？因为有可能，有可能我会辞职啊！大家以为我在开玩笑，真的？王老师怎么了？我送翻译，我看我中一我就辞职了。我跟你讲啊，只要我现在中哦，我跟你讲，我现在发誓，如果我现在中头奖哦，我中威力彩头奖，每个人来上课，不想直接走。如果每个人来上课，我就送一台笔记型电脑，这样可以吗？只要来报名的同学来上王子老师的课，每个人就哎，目前哎，你试听吗？哦，我们试听就有送笔记型电脑。好，可以哦，大家都有听见哈、哦，好不好？帮我作证啊，我中头奖，来试听就送笔记型电脑，我还会请那个请工读生站一排，哎，欢迎光临，然后所有人放进，好不好？就像来饭店吃饭一样，然后我还会在那个。圆环哦，东门城的圆环第一尊我的铜像，好的，然后每个人开车经过就有一个这样金色的，哇塞，好厉害哦！我有花500万制造一个我的铜像，好的，真的好厉害哦！你知道我的梦想是什么吗？我梦想是在市区，哎，对，这也是哦。梦想是如果很多钱，我要在那个新竹市市区盖一个那个什么。云霄飞车是楼与那个大楼之间的云霄飞车，
然后可以从我们补习班咻直接到一楼，屌吧？然后连接到东门城圆环，然后经过我的同校，然后从我同校那身边绕过，帅。那以后我们东门城圆环的那个地标就不是东门城了，是什么？是我。光宇很不喜欢的王子，好想要做同乡的。好了，来同学，哦，第十五题有错哈，没关系，我们先对完好不好？来，第十五题的答案是猪 A C， 然后来十八题是 C， 啊，第十五题有个错误，你帮我涂一下。是王子老师哦。哦，可以写自己名字，如果你也有跟我一样的话。啊，那不是大乐透齁，因为王子老师买的是什么？是威力彩齁，帮我改掉。哎，这很重要哎，大家有人在开玩笑，我们在开玩笑哦。威力彩开了吗？没有，今天还没开。今天八点吧，我记得。哦，好紧张哦。因为我买他在21亿的时候我有买一次，就你知道多少钱吗？哎。我是赔了200块，因为我花200块，然后中1块钱，对啊，不然就很难中哦。花200中200，那我不如不中了哦。花200中200，觉得陈一安闭嘴。不是，那不是这样算的。那中头奖，中头奖，都只是。哎，这还有啊！算了，讲这个，对你们来说应该也不知道。因为威力彩号码如果有46个哈，哎，我忘记几个，如果是46个，你任取6个号码，这个数字其实非常的大，所以46取这个哦，应该有破亿了。而且还要想会不会跟其他人并分，就是平分那个奖金。要是有其他人中，哇，更扯，奖金直接减一半。然后台湾的税收又很重，收33% 的税。你知道吗？对，就是我们今天中1亿只剩6000万，6700多万，直接又被砍。啊，没办法啊。可是说实话，如果当我中27亿的时候，我就不在意了。啊，5亿哦，给你，没有关系哦。好，来同学，那我们接下来要对作业哦检讨喽。76有没有？小心。没关系，白日梦啊。他说什么？我没看到。方说一定啊，一定啊。我们、哦、什么？我就说了，只要来试听。我跟你讲，不上课也没关系，来试听就送笔记型电脑。我跟你讲哦，这个效用一出来，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我楼下排的都是那个都是家长，灿坤直接倒掉。为什么？他来这边就可以直接买我，直接来这有免费笔记型电脑，我们还要开灿坤干嘛？我们还要弄法干嘛？就直接来这边打笔记型电脑就好了。啊，好爽、哦！好，来第一页76有没有？王天华要不要问？好，来看一下我们线上的朋友，线上有要问吗？请你配的国宾。哎，其实可以，国宾其实蛮便宜的。我自己有吃国宾饭店，最近他推出的便当很便宜，才多少钱？啊？没有，168。哎，其实蛮便宜的吧？是大便 ，OK。来，同学有没有问？陈柏言、傅一奇有没有问？刚谁跟我讲话？啊。哦。来，主题二的第十不在下一页吗？是啊。哦，我问76页。耶、yeah! ！好，来，同学，好，那我们要77页哦，主题二的12是不是？给你一个畅快哦！哦，来，他说10的负3除以 a 等于10的2，请问 a 是多少？同学，想想看嘛，除法的话是什么？因为它的分，对，它的选项是不是都是十？可以接受吗？所以它除的东西是不是也是以十为底？可以接受。十的不知道几次方，然后来乘出来结果是10的2，这个你会觉得很奇怪，其实很简单，你就想嘛，底数一样相除，次方要怎样？加一减，是减，
这也是就是负三减掉框框会等于二。同学，你想想看，负三减谁会等于二？这只有减负的才会负负得正，不，可以吗？可以吗？所以要多少？多少减负？如果你直接减五的话，只是怎样？减三再减五，就变负八了，同学知道吗？哦，所以这里是负，就这样。不得正，所以就变二了哦。好，所以这一题答案我们答案就是猪。来，有没有问题？好不好？可以吧？哦，这个稍微需要点想象力啦，哦，想象力。来，再来这一页77，还有吗？我感觉就是你有问题，然后又不问啊。这话还有吗？哎，被看到了。哎，同学，还有没有问题？还有没有问题？伊恩要不要问？陈又廷要不要问？失误，刚刚那是谁问的？涂先生，吴先生，我们那有人新姓加吴？盟哦，涂先，哦，发音有不标准啊。15题就是来涂家华，就是给他一个畅快。我现在也不是，哎，涂家华，如果你是问王子老师为什么会中，不行哦，王子就都会中了哦。来，同学，王子老师中了威力彩头彩，个人独得，哎，把钱涂掉，啊，不行。1亿3500万元，哦，好爽哦！哎，等下，后面有热门线索，改掉。好，那王子老师中奖的金额写成科学记号，请问下列何者正确？来，同学，这个时候你要把1亿写出来哈，1亿3500万怎么写？我们看一下哦，1亿3500万，万有4个零，来。这个是，这里是万嘛，对不对？对不对？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今天怎样？电脑怎样？有卡？这样很卡吗？诶，真的。诶，这，哦，不能画完。秃头。哎，奇怪，为什么卡卡的？Lady 卡卡啊，算了，管他的了。来，所以是这样，这是个位的世界嘛，对不对？啊，这是什么？万位的世界，这是4个4个为一个区间，对不对？所以1亿是不是怎样？后面有几位数？黄金我打下去，几位数？丙醛几位数？啊，丙醛，几位数？知道，我也快通知大家了，几位数？我说哦哦，对了对了，一后面有几个数字啊？是八。那写科学记号是看哪里？是看几位数还是看后面数字？哦，对了哦，对，是前科科，1.35乘以10的8次方。好，来我们来看一下哦。你中风了是不是？为什么要突然尖叫？好，来哪一个是对的？啊，是不是这个？1.35加8是刚好等于9.35，所以答案选。你真的抽风啊！你怪怪的呢。你还正常吗？哎，我忘记了你的作业我有没有打勾啊？那你作业我交了吗？交了，你应该看过了。那我帮你打个勾。哎，大家等我一下，我帮他作业改。我跟你讲，你们的作业我是都有在做记录的。哎，我帮你勾了，哎，帮我算一下，8月23下一次上课是几号？啊，我们不用。哎，你好厉害哦，为什么？因为假期。哦，我们再多做一行，你看，我们都有在做记录的哦。没有，为什么？是因为我打字的时候还停着。我就随便打，因为我也不知道你们念什么学校，你有六家的，确定吗？他六家，确定，哎，我都是七分，然后他不他的，哦，好可怜哦，六家要什么颜色？蓝色，
色。感觉它色色的，黄色。绿色。紫绿色吗？哦有，哎，人爱绿色了，不行，紫色好了 ，gay gay 的。gay gay 的也不错啊，哎，我们要尊重每个人的那个、啊，尊重每个人的那个什么。这是我看到的，中心是黄色。中心是红色的。我尊重老师，尊重我们。好，我关掉了哈、哦，下次作业记得要先给我了哈、哦。好，来，我们继续喽。我要关掉啊、哦。啊，这一页还有没有？看，掉了，掉了。来，没有了哈，没有了哈。那我们要考试喽。蛤、啊、什么？蛤、啊、乌龟哦，蛤、啊。同学们，要不要再问？在玩笔耶，你会哈？我们找个人来，傅一奇要不要问？傅一奇要不要问？觉得我自己好暗。有。傅一奇，他说有还是不要？有。有。什么东西？哦，哎、欸，王轩，王轩宇要不要问？有。王轩宇要不要问？有。要吗？要问吗？还是没人要问，不行要问，不放要问，不要问，没有。好，来都不要问，要不然我们今天再帮你提示一点点好不好？再往下进一点课，我们这一个课进完后，我们就要开始怎样？课进止手，不知道课进完我们就要继续了。好、哦，因为我忘记我不用关掉了。来，同学，接下来、哦、我们要往上了、哦先把它上一上了啦，找一下。来，接下来哈，我们要逐字逐句写喽。来，乘方的计算，我也不知道第几页，我看一下。来，同学翻开68页哈，我们今天要继续喽。他说，陈老师架设鱼，这什么？鱼毒？哪里有绿色？哎、欸，不好意思哦，我们这里的同学如果有色盲的，请你不要妄自菲薄哦，好不好？不要忘记治疗哦，去看一下眼科哦。他刚刚跟我说这个是绿色的，哇哦，快点贵哦。那这个是什么颜色？咖啡色，哇，牛逼啊！他陈老师所架设的鱼毒跟这什么？到底是什么东西啊？好，国学资料丰富。然后知性、感性、挑战性兼具，哇，三押哎，我会押韵哦。上网浏览层数已经到达了73501哦，73501人，请以实际会法写出他的网站浏览的人数哦。来写什么？以实际会法表示写，哎，知道我们写什么东西？还有我们写什么？他不会是要我们把他的中文写出来吧？是要我们写中文哦，应该是啊，应该是要我们写中文，但是实进会法表示，哎，实进会，哎，等一下，哦，他是希望叫你把它写成这样啦，知道讲什么？就是，对，乘以十的几次方哈，有几个十的几次方，来，那我们就是慢慢写啊，来，这是个位数，个位数十的几次方，零啊，十位数是十的一。这是十的二，这是十的三，这是十的四。同学，有几个十的四次方？就是七乘以十的四次，加上三乘以十的三，加上五乘以十的二，啊，加上哎零要不要写？零要不要写？敏学，零要不要写？当然不用。因为零乘任何数都是零啊，可以省略哦。不用写，不用写。相信我。来，一乘以十的零次方，啊，这个还要写哦。来，同学，你还记得我说要写科学记号写成怎样？是不是要写成 a 乘以十的 n 次方的样子，对不对？然后这里的 a 是介于一到十之间，可以等于一，不能等于十，对吧？为什么不能等于十？因为等于十的话，啊，就写到右边去了嘛，对不对？
看，像十的话，就是十的一次方，就写过去了，对不对？可以吗？那我要跟你讲哦，假如今天数字是三，我硬是要你写成科学记号，你要怎么办？漂亮，允瑞会不会？那三十写成科学记号怎么办？三次方。一次方，那三呢？哎，来来，不，哎，会哦，没错，注意哦，有时候答案明明是三，他故意说，请你用科学记号表示，不能写左边哦，写左边会错哦，你要写右边那一个，听得懂吗？哇，算是一个小小的考试的卖点哦。那右边这个科博士哈，科博文，我们会把它写一写哈，科博文啊哈。来，高科技测量细菌的长度是，我看0.0000846毫米。好、啊，好，等你一次，0.0000846，五个零，0.0000846。好，那请问它的长度用科学哦，不是科学哦，十进位法要怎么写？来，同学注意喽，这个是十的几次方？漂亮，负一是0.1，啊，这是负二、负四、五，啊，这多少？负六。哦，凶什么啦？负八。所以这就是八乘以十的负六，加上四乘以十的负七，加上六乘以十的负八。这样可以吧？我就对给你答案啊，好不好？因为这也蛮简单的哦，要对齐位数去数哦，不要数错。嗯，这个我会有一种冲动，就直接写成科学记号，对不对？但是他现在是用十进位法表示哦，这个其实很少考，然后不太有人会特意要求用十进位法表示，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太简单了。我们这今天有个同学有点抽风吼，好不好？我们就是谅解一下，因为今天黄青花不知道为什么很亢奋。他今天一点，我们两点的课，他一点十几分就在这边，然后一直在鬼吼鬼叫，跟狼一样，一直在叫，不知道叫什么，可能有点发情啦哈。好，再来，我们来看一下科学记号。来，同学，科学记号曾经有没有一个睿智的男人已经教过你？为什么大家不讲话？有一个睿智，不是弱智哦，是睿智哦。睿智的男人是教过你了，科科怎么换？是不是已经讲过了？要不要再换一次？来，我们来挑战一下。273，1234，五个零，换成科学记号。来，找一个人来念哦。我们找刘炳学最好的朋友谢炳瑞。来，谢炳瑞，答案多少？来放大给你看。先画科学记号，是不是先找来啊？小数点点哪？小数点点二的上面。哇哦，帮他戴帽子。来，对吧？点这里吗？那是不是就写成2.73？那十的几次方怎么决定？看后面有，冷静的，是七。那个时候我们是怎么说的？我们那个时候说小数点原先是不是在这？可以吗？那如果今天你把它往前移，这前面的数字，就这一个数字整体是缩小十倍，对吗？那你后面就要乘以十，对吧？你再往前移，它是又缩小十倍，所以后面是不是再乘以一个十？听懂我在讲什么吗？左边是一直怎样除以十除以十，后面是不是就一直乘以十乘以十？那十乘十是不是就会变成什么一加一，对不对？然后一直加加加，加几次就看它移几次，一二三四五六七，所以是十的几次方？七次方，这样听懂吗？实际上是移动小数位来的，但是如果每次都要移，你会觉得很麻烦。是的，那我们怎么办，团长？叫弱智，请叫弱智的人，不好意思哦。
来，同学，所以我们就把这个记忆就直接把它怎样，把这个结果记下来，怎么记？就是后面有几位数就怎样写几次方，这样可以吗？哦，这是比较记忆的方法哈、哦。好，来同学，那再来看小数的嘞，小数注意哦，是次方有负，你不要再跟我说次方有负，答案是负的100哦，会揍你。千话你说对不对？这种人是不是很可恶？那我不说话了。哦，好好好，来0.000，千话出三个数字给我。好，你四北七，好，可以可以。来，我们大家找一个人最适合讲这题答案的人来告诉我们，好不好？千话。怎么了吗？你出这个题目，你最有资格解啊！啊，我们都没有出题，啊，是不是你只有资格？对不对？对吧？是这个逻辑吧？杠杠的嘛。来，0.000四北，待会儿讲出来了，487，487。来，我们请哦出题者来帮我们回答这一题的答案。他换成科学记号怎么办？调出点甜呐、啊，调出0.7嘛，对不对？小数点不在这啊？怎样？哎、欸，别别别，先，你不要理他们。我先问你，你觉得小数点点在哪里？会写成 a 乘以10的 n 次，而且呢，你的 a 会介于1到10之间。小数点点哪数字会介于1到10之间？0的后面啊，每个都是0，哪一个零？第一个零的后面，知道吗？是吗？它原本就在那里啊！啊，你看0.000，来，我先问你，我先问你，0.000487这个数字比一大还比一小？啊，我说要比一大啊，啊，这样子就没有。所以你要点哪里？0.0487的。我想，就是四后面嘛。好，来四后面。你好，我来上一步。来点在这里的话。那到最后4.87显科学记号乘以10的几次方？不急，不要吵，我没有吵，你赶快讲。负87，赶快哦，负87是不是？不是，你赶快讲，我就在等你。负6怎么算的？好，完全错误哈。来，同学，我们怎么看？王千话，王千话。专心点，专心点。来，在这边，小数点是不是原本在这边？那你每往后移一格，数字是不是就消失了？不是，数字是不是会变大，变大10倍。你看，再往后是不是又变大10倍？再往后是不是变大10倍？再往后是不是又变大10倍？原本是0.000几，现在是变成4.87，可以吗？移动几次？是不是4次？所以是不是乘以多少？是乘以10的4次方。可是你不能无缘无故乘以10的4次方，所以你后面要怎样？除以10的4次方，也就是负4次方。那你说老师，那每次都这样移小数，哎，千话好不好移？如果有100位数，是不是就要移到死掉了？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教你一个记忆的方法，叫什么？小数点后面第几位开始不为零？是第四位开始怎样不为零？所以这里就是多少？这里就是负4，千话这样可以吗？可以接受，千话。好，来，我们等一下再做一题。哎，千话，一定要把它弄懂哦，哈、哦。来，0.0023，科学记号多少？张班长，同学们，同学们，来过，0.3。零的负三，我讲惊死人哎！所以零的负三有点厉害哦，是第一个，好不好？这样子可以吗？前话这样可以哈，好不好？就这样，教完了。哎，我们教完了，你知道吗？啊，顺便提醒你一下哦，来，宝贝，10的7次方，那这里是几位数？前话，它几位数？哎，你黄千话，他就笨，哎，我讲出来了，他就还不会，人家在问他，啊，你看，我问你够狠吗？千
黄天化是不是？我也不想当黄天化。来，黄天化几次方？我说几次方？七次方。哎，啊，那几位数？他在怀疑呀、啊，几位数都不知道，几位数？哦，对啊，就八位。你要肯定一点啊。可以吗？所以你就仿佛是有种感觉，好像是这里的七要怎样，是有那种七加一的感觉，有感觉吗？哦，好不好？就这样喽。那我们来往后写题目了吼。来，观念诊断，你猜谁写？猜猜看，谁写？王李妹妹。好、哦，来你们自己写哈。那我点人回答。来，一到几？我看一下哦。哎，丑八怪，先不要讲话。啊，这里有一个加减我还没讲哦，那怎么办？因为它是课外补充，其实不会考。那我们来讲一下了。啊，课外补充不能教吗？可以吧？一定要教的啊！刚才显现出我们的厉害啊！不剪掉，哎、欸，不要破坏课文好不好？那不然我们先来小个小暖身好不好？来，我们先来写科学记号，一到四，同学。你先写，我给你一分钟写完跟我对答案，这样可以吧？对啊，啊，这个不是秒杀吗？那个零不要数错哦，数错，你说老师怎样才不会数错？慢数，老师我数很慢，还是数错怎么办？你真烂。那我要讲什么啊？你数一二三四都会数错，我教。写完了。笑了，我说一到四都要写哦，这么快哦，我还没写答案就，啊，十几次方怎么没写？写好了，来来来，两个弱智，两个弱智又要被打架，来，七点八乘以十几次方，四次方。没错啊，就是啊。弱智？他说我弱智吗？没有说你啊，我哦，哦，你们哎、欸，你们小心点啊，不要等下骂脏话被脏话老师听到哦。上次有哎、欸，也不要说上次，因为就最近哦，就最近有人骂脏话被脏话老师听到，就会抓去拿去罚写那个国文的作文，还有国文课本，你自己小心点啊。很帅。哎，不然算不算脏话的一个标准很简单，就是你敢跟你爸妈讲就可以讲。你等一下我想看，等一下爸妈来接你说，哎，弱智。他如果 OK， 那就没关系，我们就不算脏话。对啊，你们自己小心点哦，他可能叫你弱智抄两千遍。看你要抄国文课本抄五遍，还是抄弱智两千遍？但是老师，那你怎么可以讲弱智？我想这大概是我身为老师唯一的权利。来，下一个三点零四乘以十的几次方，找一个人哈、哦。Ian 几次方？怪，你很爱讲话的。哎 ，Ian 几次方？四次方吗？你真棒！来第三题，哎，我的三在颤抖。八点三，这真的是直接写答案哈、哦。来，再找一个，找个女生哦。来，王轩云几次方？哎，不好意思，我先点一下黄天化。好了。全部都拍到。翻个椅子见。来，轩云几次方？八。轩云，你们家是在外太空是不是？有一个那个来自于，就是有打破那种音场的感觉哦。轩云几次方？八次方，错，不是八次方，不是八，他说负八还是八？八，负八。哦，是负八吧？哦，负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小数点后面第八位不是零，但是次方有负哦，不要写错了哦，是负八哦，因为它比一还要来小很多哈、哦。再来第四题，我们找现场的朋友好了，来，品学给你了，一直讲。嚣张哎，厉害是不是？哦，好强哎、欸！
心，来自于爱的鼓励。哦，哎，是唯一版。我想想，这大概也是我少数权力中的几个而已啊。有几个权力，可能有100多分。来负五哈，好不好？小数点后面第五位开始负为零。注意哦，是开始负为零哦。你不要说，哎，小数点后面几个零，我可能八了。好，来同学，这样可以吧？好，下一个，这一个例子也简单。你要能把它写为科学记号，你要不要能把它展开来？要写。不是啊，那有时候把它撑开来做运算啊。哦，来第一题，3.45，来3450，这样可以吗？第二题，不要写，不用写。嘿嘿。我推哦，我们家补习班在外面就会进来，就会有人拿那个红色的那个口罩，一帮人进来就哎，不好意思，好，对吧？这真的很快的、啊，来，李光恒，第二题答案，第一次，28，来28后面50哈，没错了，这样是不是就有6位数？好，再来第三小题，来秉睿，给你了吧，你被人家霸凌是不是？零点什么？0.009，对吗？你真棒！怎么我退化？哎，我教你数学，你说脑袋退化？哎，画错了，这小数点后面第三位开始不为零哦，很好哈、哦。啊，第四题我就自己写了、哦，0.00047，哦，就这么简单。哎，张会换了吗？对，张。这样会换吗？是不是很简单？哎，我们看一下有人聊天哦。他说不是退化，是腐蚀。哇哦！我们开学9月多的时候，如果补习班哦可以请饮料，我说过嘛，如果上实体课大家来的话，我要请大家喝饮料。可以啊，你去吃大便。哦，绝对对不起你哦。狐狸妹哦。好，再来。哦，这一题真的有点麻烦。这个关键诊断我们可以自由写。我们最后写好了。啊，我先讲一个很容易错的，因为这个太重要了，我一定要先讲。就是第五题，来同学，第五题。他说1/5000就是5×10^-3，对吗？很多人看到五好兴奋，哦，5×10^-3，因为下面是什么？这、就是1/1000，1/1000是不是10^-3？对，但是1/5是五吗？那我在讲什么吗？这老师你在说什么？来，5/1000，你可以把它思考成1/5乘上什么？是10^3次方分之一。那我慢慢写哦，是1/5×10^几？负三，对吧？同学，那1/5是多少？是五吗？来，是不是0.2？来，注意哦，0.2×10^-3是科科吗？它是科学记号吗？我简称科科。不是，为什么？因为0.2比1还要来的小。那老师要怎么办？同学很简单，你就把它前面乘以十，它、啊、可以这样嘛？但不能无缘故乘以十，所以后面要怎么样？除以十去调整。那乘以十再除以十，答案会改变吗？我先做黄千花一拳。之后我再把拳头收回来，这样。没有，不好意思，我没有，这个小好不行。他说他是南投的喝茶跟泡茶的那个茶农，请问你有喝茶习惯吗？
没有，不好意思，我就有一次诈骗的习惯。不是，因为大家现在在场，要不然我就会说我只喝摸摸茶。那现在大家在场，不好意思说什么哦，我就没有了，不好意思哦，谢谢。我也是客气哦。来，同学，这样子的话，乘以十除以十，你有没有发现零点二乘以十是变二？那十的负三除以十是变成十的负几？听话，你分析好。十的负三再除以十是多少？错。再除以十，底数一样，相除次方相减，对，是十的负四，不是负二。负三减一，怎么会是负二？这样可以吗？所以它写成科学记号应该是什么？二乘以十的负四，大家有没有问题？这题比较难。不是。哦，对，叫五千分之一，这样可以吗？来，同学，给你抄抄，这一题很重要，上次段考有考哦。这一题我打星号，因为这一题真的很重要，上次段考有考，所以要特别留意哦。你说老师，上次段考考的数字是这个吗？不是，上次段考考什么你知道吗？他考五万分之一减的个别记号。哦，不是，是我放屁。对哦，我的屁股长在楼下。红色的，可以拉。啊，快点，都可以。二乘以十的负四，这个可以吗？可以哦。你做旁边话。我要你在讲话啊。那我刚问黄天话可不可以，他说是你的话可以哦。所以这样讲比较变态了。这样可以哦，天话，这行不行？可以哦，这个真的很重要哦，请大家一定要小心哦。好，来同学，再来就进入科学记号的世界了哈、哦。你看，这全部都是科学记号，磕就磕完了哈、哦。那等一下下一堂课我要做一个简单的小考、哦，大家一定要会哦，科学记号。来，下一堂啊，就等一下我们休息，然后上课就要考。The next week 啊，算了，这、就是下一堂上课了，算了。来，一二三点四五，同学，它是科学记号吗？那要调整嘛。来，那重点是这个要往前移几位？两位嘛，对不对？移两位的话是除以多少？一二三点四五啊，我自己讲好了。看到他说什么零点九四八七，我已经不想理他了。来，同学，你往前移两位，是不是怎样？这是除以十的二次方，那后面就要乘以几？后面要乘以几？这是十的二次方。这老师什么意思啊？来，我再讲一次哦。因为你每移一位，就是前面的数字就缩小，那你后面是不是要补一个十？那你再移一次，是不是要再补一次？补一次十？这次就化简成十的二次方，这样可以吗？你局部的调整，你就想嘛，前面数字后，前面数字变小，后面数字就要怎样？变大。那前面数字变大，后面数字就要变小，就是这个道理哈，好不好？这个叫气球定理，就是我刚刚自己掰的哈，我突然想到，就是你看啊、哦，这有气球，中间有一个环，你这样看哦，如果今天从这里捏下去，会发生什么事？要捏下去。那你会发现，屁的，那是这里就变小，啊，这里就变怎样？变大，你像肿瘤哦，对不对？就是前面如果小，后面就大。那如果今天你从这里捏下去呢？这是气球啊，然后中间有一个环，那你从这里捏下去，你知道这里会怎样吗？这里就变小，啊，这里就会怎样？变大，这样可以吗？这个就是什么气球定理？谁发现的？我发现的，我刚掰的哦，好不好？同学，这样可以吗？反正前面变大，后面就变小；前面变小，后面就变大，哦，好不好？可以吗？来，再来第二题，34兆。那34兆大家有概念吗？来，数字大到没概念了。来，先个位数，再来什么？再来万位数，再来什么？万，再来什么？在千，我天哪！
是万代还是亿？万代是不是在亿？亿代是什么？兆，所以它后面有很多零哦。来，我们写慢一点哦，34兆。来，亿的世界是不是有四个零？然后万的世界是不是也有四个零？那个位数的世界是不是也有四个零？来，所以总共几个零？就12个，可以吗？那现在写科科会写了吗？3.4，来后面几位数？你还数哦，你还数哦，4 4 4 4 3，再加一，所以多大？对嘛，再加四这个嘛，所以是13，可以吗？会换了吗？可以吗？是你的话，去拿椅子。我讲垃圾的话，来第三题，秒杀。来，同学，这下面是不是已经换成十了？十了几次方？来，他十了几次方？去拿椅子。多少？你觉得多少？不要讲听话，来，你觉得多少？他下面四个零是十的负值。讲。我没事，我问你啊，有事啊？多少？那下面四个零是十的负值是吧？看我干嘛？我都问你答案了，干嘛讲啊？知道吗？会害怕是不是？哎，不是啊，不会。哦，他说不会。哎，为什么不会？你想啊，十的啊，到底会不会啦？十的负值啦。啊，十的四次方写出来是多少？是一后面有四个零，那、啊、怎么样让它变成倒分母？就加一个负号，这是什么数字啊？哦，有点简单啊，对不对？你加负四的话，是不是就变成分之一了？可以吗？可以哦。好，所以是十的负四次方，但是就变成有5个10的负4次方。老师答案是多少？哎，就是这个，结束了。对啊，分母5不就乘以5的意思吗？对不对？来，再来第四题，200万分之1，这个要算一下，200万分之1怎么写？200万分之1，先试着把它写出来。二，来200万，就是先写200，那万是不是有几个零？好，来分之一，那老师，所以答案是2乘以，哎，先不要抄，2乘以10的负几？2、3、4、6，这样对吗？完全错误，错在哪里？同学，他这里是二分之一，哎，答案等于二，快点跪了。所以不是啊，你说老师那怎么办？同学你要这样思考，之前2分之1乘以10的负几，是负6，可以接受吗？这个是没有错的，因为它后面有6个零，这也是10的负6，没有错哈。你说老师那二分之一是多少？换成小数0.5乘以10的负6，来0.5写成科学记号，来，我这次写到最慢。是写成5乘以10的负几？黄建华，哎，我只问前面啊，没有说很后面。我说这个换成5乘以10的负几？0.5乘0.5而已。我说0.5换的话是5乘以10的负几？我说只有0.5换的话，我后面还没有写。那怎么那么笨？我说0.5是5乘以10的负几？我说0.5乘以0.5是5乘以10的负几，就只有0.5，我后面都没看。哦，负七就是到小数点后面第7位了。哦，我懂你的负。再讲一次。没有，是负零。这是五。啊，你不是说五？我说0.5是5乘以10的几次方。对啊，为什么要讲那么奇怪的数字？不是，王天华，你到底听不听得懂我在问什么？听得懂啊。假赛，没听得懂，问你3次都打错。
哎、欸，不要不要，那不懂啊，那、哦、我懂啊，我懂啊，可是我不知道你在讲什么。我屁哦，快哭了，这是不一次方啊，我是故意写那么慢的哦。你看，是后面底数一样，相乘次方相，剪个屁，相乘次方相加，底数是一样，相乘是加，除才是减。你刚才讲错了。好，这样可以吗？等你一下哈、哦。好、啊，以上这几题呢，就是我们科学记号的运算哦，好不好？还有简单的指数率啊，我下堂课就考这个，你写错你就死定了。我会把成绩单寄给你爸妈，啊，大家说这是个黄天荒，就是说你弱智的那个男人。什么东西啊？你刚刚不是说弱智不是三号？你刚刚说，我敢跟我妈讲，我他是弱智。我哪有这样起来的、啊？哦，没有没有。好，现在我们休息15分钟，好不好？哎，58+15，好不好？8+15，28+15等于28。看我们黄秋华的数学真的厉害哦！来，我想看哦，我们休息到1514哦，1514，好不好？3:14哦，3:14，要去。先看看好。嗯，没有写啊，有没有写纸本的？有没有写纸本的？啊，我有中头彩是不是？来，同学有听到了吗？来。回来了哦，我听到我声音了，按个表情可以吧？不用，你不用，你很丑了，不用好、哦。来，按个表情，快点。好、哦，来，同学，我让你们看一下我们平常怎么操作的哈、哦。等一下呢，我会给你一个 Crisis 的线上的那个 Classic 的那个网址哦，看一下我们怎么。啊，还是要看大家谁在领先。好好看。这样很智障了，他就说我们看到他。看的，我们看就好了。哎，等下我考试要很认真考，你们不要鬼吼鬼叫哦。然后考试是你先说的，戴帽子我会揍他哦。为什么戴帽子？见不得人哦。好，白痴哦。好，来，大家请进这个网址哈、哦，我们现在要做线上测验。好，谢谢。快点哦，我们都两个人哦，我们家人，哦，三个人是不是？啊，我们有三个人哦，快点哦，快点哦。来，有问题的快点哦！啊，就比别人慢啊。Hello， 快哦！王旭，快点！我五个了，好，帮我等一下。王旭没进来吧？1、2、3、4、5、6、7，有七个，现在还有谁？陈柏言。黄勋毅，剩你了。黄勋毅，我打很凶了。他说：“老师，我听不到声音，但是所有人都听得到。”哎，好，七个了，对不对？那我们直接考试喽。哎，可是黄勋毅在哪里？为什么没看到？他有两个陈一恩是什么？哦，这是黄勋毅啊，我也是一千，我也是陈毅，我也是陈毅恩，他是那个黄勋毅。黄勋毅，你打英文是不是？你打英文是不是？黄勋毅，你打英文是不是？讲话啦，黄勋毅，你是不是打英文？啊，这个是三小。啊，老师，我们要打英文啊，那这个不是英文。啊，我们这边显示你就是英文吗？好奇怪哦。好、哦，没关系啊，反正人到了，我们要考试了哈、
那我们开始，我们就开始测验。好，我们现场的人也都考卷了。不行，来，所有人把看板收起来。哎，你们线上也不要看看书哦。铅笔，全部都用铅笔。讲错了。来拿到写名字好不好？我写对名字，那比较难过的地方吗？啊，为什么变八个人了？白痴哦！来开始吧。没有。不要吵，不要吵，我写字。好，闭嘴啊，闭嘴啦。哎，我都还没看到网址。啊，我们已经开始考试了呢。没有没有。哎，他不是七个人哦，一二三四五，七个人哦。啊，阿什么八个？啊，这人到底是谁？对哦。陈博言，写慢一点呐、啊，错很多哦。冷静一点好不好？那我刚按错。啊，那你自己的问题啊，那我不能帮你啊。不好，自己小心一点哦。不要不要不要。不要结束。
前半一点啊，前半一点啊，不是那么简单，我弄错了。好，喜欢的朋友等一下哈、哦。哦，你把壳放着啊，放不起来，这么好一点。休息啊。奇怪了，怎么了？你跑过去了。等一下，大概在5到10分钟左右，看一下大家的血速如何。好、哦，好、哦，我研究一下哦。那个陈又廷是放弃了吗？哎，陈又廷，
嗨，小林还在吗？在啊。啊，你是放弃了是不是？你写了几题就没写了，是怎么样？我不知道，我跳出去，我也不知道。你跳出去可以直接再按网址加进来继续写啊。有啊，我刚才有再加一次啊。然后有加进来了吗？有啊，我再写一遍。哎，可是我没看到你加进来哎。我问他要重新。哦，真的。好，那把灯关掉。来，同学，我们第一名啊，这下面肯定是第一名啊。来，汪新义，你写完没？汪新义写完没？还没。汪新义写完没？还没。Yes， 好，等你。那其他人就看我写数学了。好、哦，结束了，结束了。黄勋毅第一名，来，等你吧。没有，黄勋毅多这一题，多这一题。来，帅哥，让我养你。哦，好。来，我们要改考卷嘞。你还要多久？好，哎，你写完了吗？检查一下，检查一下，哦，好不好？我们就等你了。哎，所有人，等一下，好不好？我们等一下检查考卷，哦，检查考卷。对啊，听到按赞。顺便讲一下，我们下礼拜的时间会改哦，不是这个时间。我们之后开学啊，北七哦。是啊，我们还没开学哦。哦，可是我们8月30是表定的开学，是后来延期了。所以我们下礼拜就是晚上上课了。哦，我晚上过了，对啊。对啊。是的。几点？听不懂哈。6点半到7点半。我也忘记了。那是5点半到。没有没有，因为那个时候我还没上，这个平板还没上。我也忘记了。4点半到5点半。晚上几点啊？应该是5点半，然后加2个小时半吧。好了，是不是？天友，来，所有人拿红笔，把铅笔收起来，不能作弊啊！哎，跟着你就跟着我一起改，可以吧？我先讲哦，不要作弊，我非常讨厌别人作弊。你知道为什么我说不要作弊吗？我们等一下会就是哎，不知道信息太多了，我们等一下。好吧。刚刚去帮我分析。我没有时间帮他写啊，可恶！我那题很难啊，可是我没有时间帮他写。我先把图对图交出。王元松，下载。对啊，老师很可怜，他们都是自己跟自己讲话。我觉得老师最常就是自己跟自己讲话，然后自己就是传档案也是自己传给自己。可怜啊！不是啊，王俊浩跟那个谁，李光恒一直骚扰我。
啊，那个线上的朋友听我讲哦，线上的朋友，因为你们没有那个纸本嘛，对，可以吗？好不好？就看着我们改，然后跟上哦。等下有问题一定要问，听得到吗？听得懂哦。第一名，哦、我跟你讲哦，刚才第一名好像只对五题，我出十题只对五题。那老师为什么那么难？同学，我有出大概六十分基本，哎，就好像没有全拿。以外，我还出了两题超级进阶，哦，我没有教，我就想看看有没有人会写，哦，等一下我们会讲，不要紧张，等一下我都会教。你刚刚是不是断线？我没有注意哦，来，我念一次答案哦 ，B 猪 A， 你看一下题号对不对哈、哦、？B 猪 A 没关系，哎，错就把它划掉，然后写上正确答案 ，B 猪 A。B 猪 A， 不要按哭了，别哭了，好不好？我们现在就是要学会的 ，A B B。第四题很难哦。哦，你蒙中哦。好，再来，接下来，猪 C 猪。哇，三题都错。废话，第八题错中。来，第十题 B。B， 好，来，我们再念一次答案。哎，那个线上朋友也稍微看一下你自己错在哪里，大家要记得问。来 ，B 猪 A A B，B 猪 A A B， 再来六到十 ，B 猪 C 猪 B，B 猪 C 猪 B。那这一份非常有讲的价值，尤其是有超级进阶的题目哦，我们可以现在把它一次讲完。到开学的时候，我复习起来就会轻松一些了哦。哦，你也第一名，你出错误题。哎，你们，你们好，你们不要哭了。我们知道，我们知道。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啊。哎，你知道吗？上次十的复合创意有人说是一百啊。还好了，还好了。哎，啊，我不是一题一题念了。有困难吗？那比这就高了。我说老师，你再讲一次，好，我全部一题念，再念一次，还是错。还是不知道看什么。来，访问一下哦，我们现场的哦，我问一下现场，来，有没有全对了？好，从五题开始，来五题，第二题，这样讲好奇怪，来，错一题的，好，直接问好了，好不好？来，错几题？来，错几题？错几题？来，错几题？你白痴哦，哦，让你学。哎、欸，等一下，我刚刚说念得很清楚，我还讲了两次。特别是北京哎，来再一次，来刘明学，好病人，来猪 C 猪 B， 做几题？好、哦，所以做几题？好棒哦，还会加法哦。知道，我们都知道，可以了。哎、欸，请不要，请不要把你知道的事情拿来做炫耀。那其实还好。炫耀。来，同学，接下来我们要做检讨，请你一定要全神贯注，因为题目真的没有很简单。来，请问一二三，我们三题三题来，一二三要不要问？有什么好问的？一二三。没关系，来，你想问，我今天就教你。可是你到自己，因为一跟三，我从来没有想过我的学生会错。因为我上次有教的很仔细，来，这里底数是负的，没关系，去掉括号次方要怎么样？相加还相减？错，错，是相乘，根本就没有回去看啊。来，相乘，所以四六二十四秒杀结束，所以答案选 B。从来没有想过我学生会做这一题，那为什么呢？来，同学。如果你不熟的，我们举个 case， 你要知道什么时候次方相加？底数一样。底数一样相乘的时候次方相加，底数一样相除的时候次方是相减。那什么时候会相乘？就是去掉括号的时候。来，你看哦，像三的二，你看哦，三的二次再三次，那是不是就等于有三的二？为什么？
因为你说有几个括号，是不是有三个括号，所以就刮刮刮刮刮，对，刮还不对，刮刮刮刮刮，这样可以吗？有三次方就是有三个东西相乘，就刮刮刮三次，这里面都有两个三嘛，三的二次，三的二次，三的二次，所以有几个三？是六个三，仿佛就是什么是二三得六，所以去掉括号次方相乘。同学话，有听得懂吗？哦，好不好？这个稍微要记忆一下哈。再来第二题，不用问哈。第三题，请问负二的六次方，跟着不好意思，我念错了。负的二的六次方与下列何者不同？同学，先思考一个问题，请问它是正还是负的？负的哦。那老师为什么它不是六次方？偶数次方是正啊。同学，它有括号吗？它有括号起来吗？没有，所以次方要先怎样？先算，我有没有讲？是次方先算，所以它是负的二的，就是负的啦。哦、那负数是多少？来，你可以甚至把答案算出来哈。22222多少？22得4，4得8，慢慢乘，答案是64哦，负的64。来，与下列何者不同？同学，其实我看到 A 我就会选，知道什么吗？是 A。那为什么我会选 A 吗？因为它有括号，在六次方一定是什么？一定是正的，同不同意？我也赞成他的答案是多少？刚我批次，这样子可以吗？哎，请问可以吗？你说老师，那四的三次方这个怎么办？同学，四是多少？四是多少？16再乘以4就是负的64，可以接受吗？其实答案都乘出来都一样。那再来去掉括号，去掉括号，照理讲次方是不是相乘？但是你小心哦，这是正还负的？这个很难，这个很容易错。这是里面其实是负4，次方先算，再三次方，它还是什么？是还是负的哦。你不要说老师二三得六，哎，可是注意它括号怎样？就是没有刮在负二那边，懂我意思吗？哦，这个是负64，请你不要搞错哦。好，所以这第三题答案是 A， 这样子可以吗？哎，那个线上网络的朋友有没有要问的？大家错得很惨哦，大家错得很惨哦，大概都四五十分而已哦，好不好？同学一比赞，耶，我就烂，那可以，好，那就可以。来，再来四五要不要问？我靠，竟然四没有人问哦，四那么难。是我要问。我四是真的难，真的难。一下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对，你说老师，我们慢慢算，乘60次。没有啊，我跟你讲哦，只要这样考卷啊，乘20次，你有办法把答案乘出来，然后全部都对，你就可以上台，因为基本上做不到。为什么？等下可能看就知道为什么，数字太大了啦，不可能啦，这还乘60次，要头壳崩掉。来，这一打七，我刚刚是画星星吗？我现在变美术课了。哎呀，为什么？哦，对了，对了，对了。他刚判断我是画爱情的，没他哦。来，这一题真的难，同学，这个比较大小问题后，我给你一个提示好不好？就是呢，你要先看它是次方有倍数关系，还是比数下面的数字有倍数关系。来，你觉得是345有倍数关系，还是344560？来，他们都跟谁有关？对，可是讲最大的，为什么？大家就知道了，因为换成15的话会比较好，我们会取最大公因数。哎，大家还记得什么是最大公因数吗？就是15，对哦。那最大公因数的写法哦，是用括号哦，小括号去括。那老师，15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呢，他们一定有办法把他们全部人都写成15的次方。那你想想看哦。5的15次方跟3的15次方谁大？为什么？因为5
每一次乘五倍，按台乘三倍，那我一定比较大，对不对？可以接受吗？那乘五就乘比较大啊。俗话说的好，金乘五，对不对？没有，我就是想讲话而已。好，来继续哦。如果老师可以换成十五，来，你看哦，一下就见证奇迹的时刻。你看 A， 如果我故意写成上面是十五次方，那里面这一个要写多少？去掉括号次方相乘，答案是六十。请问谁乘以十五会变六十？就浓缩成四了，哎，厉害哦！那你说老师，那我可以去掉括号吗？同学，你去掉括号变三了六十，那我们干嘛就把括号起来？就浪费时间了嘛。所以呢，就变成里面的这个可以先算，里面这个先算是三三得九，九三二十七，二十七再乘以三是八十一，所以是八十一的十五次方。这两个人是等价的哦，三的六十就是八十一的十五次方，这样可以吗？有一点难哦。好了，我跟你讲很难了。再来，同样技巧，四的十五次方，可是嘞，是不是还有一个次方在这里？请问谁乘以十五会变四十五？三，来同学，那你四的三次方可不可以先算？可以哦，四四，十二，四四是十六，十六再乘以四是六零四，很大哦，不是只有十二的，它里面是四乘四乘四，请你不要再搞错了哦，好不好？所以是六十四的十五次方，来最后一个了，来 C 是不是五的几次方？五的三十，那我故意写十五，那这里要还多少给他？二，所以是不是变成五的二次方多少？所以是二十五的十五，来谁大谁小 ？A B C， 这样可以吗？没有 D 啦，北齐哦。来，那这一题可以吗？我跟你讲，每次都讲可以。但实际上真的不太行，因为这一题真的很难，我没跟你开玩笑啊。我在开学之后，我说过我开学要重新复习，对不对？哦，为什么？对，大家都烂得跟屎，因为大家都没有人记得。我开学之后问他说正负得多少？正负得正，都有人讲，哦，真的烂。由于以往经验哦，所以我们开学之后嘞，我们会回过头来重点的复习。哎，同学，我们会不会重教？不会啦，我们不会重教。为什么？如果我们还重教的话，那我们暑假再重大会，浪费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啊！我们到底在教什么？所以我们不会重教，但是会讲。第一，会重点复习，但也不要怕太无聊，因为我们会讲难，会讲进阶题，会讲直优题，然后嘞，会做其他的段考复习，我会写一写别人的段考考题。最后呢？没有啊，我想把你定在我们黑板上。这样，再往前，再往前，再往前，先帮我定一定。好，好，那我们继续了。最后呢，如果真的时间允许，大家的程度都有发了上。有，我们下落，有了，我们有录影，吓死了。就是最后呢。他说四五四五九十，好，等一下哦。就最后呢，如果还有时间，哎，同学，我的目标是教下一次的段考，我希望可以多教一个单元，让你们下次段考的时间就哦舒服。为什么？就会很充裕，就有更充分的时间准备。我们上课就会比较悠闲，对吧？啊，我就把小智障啊，你当然是白痴，就可以讲讲干话。但是如果你仔细品味，你当然去品味啊。帅哥，你根本是白痴。好了，就是会比较充裕啦，好不好？可以吗？啊，不要忘记哦，我们下礼拜上课时间是晚上哦，好、哦。但是晚上几点呢？我猜是五点半哦。问一下小七号，下礼拜上课是？对，晚上五点半。几点？小七老师说五点半。对，五点半到八点，大家不要忘记哦，哈、哦。到几点？到八点。自己加，哦，两个半小时。九点半。他数学到底是谁教的啦？五点半加两个小时。弱智的男人哦。来，我们接下来要往下，有人想问九十了哈，那我们还是要问一下六七八有没有要问？哦，抱歉，五还没讲。来，五嘞也是难题，同学，
十跟一百还有至少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多少？嗯，一二三四啊，四四，还有几个零？八个零，所以写成十的八次方有没有问题？那老师，那三 a 加二，同学，当底数一样，你可不可以比较次方？所以三 a 加二等于八，这个会算吗？对对对，来，不是底数要一样，次方才会一样。来，三 a 加二等于八，往前画 ，a 是多少？错，三三得九加二是十。三二，二对不对？所以 a 就是二。这样可以吗？可以吗？哦，所以 A 是二 ，A 是奇数，哇！真的 ？A 是哦，那 B 也要算哈、哦，因为接下来都是跟 B 有关。那 B 嘞？哦，这个真的难。来，我问你哦，一百跟谁有关？哦，这个讲的真的是屁话哈、哦。一百如果可以换的话，换小一点，可不可以换成十？可以，但你要注意哦，它是十的几次方。来，我慢慢写。是可以写成十的二次方，括号记得留的是 b 减二。接下来就是这一题真的很难，这一题真的难，打星号哈，这一题很难。这一题你错情有可原，那我开学的时候会再教一次。那老师，你今天怎么考那么难？哎，爽！我就想看看大家困扰的样子。哦，我现在好困扰。那为什么我之前想要当学校老师啊？啊、哦，对，没错，不是，所以我想要看学校的学生写考卷数学，写数学考卷的时候，他们这样，那种好像，我觉得老师好像会霸凌，然后后来发现其实不是哦，来同学，去掉括号，次方要相什么？来，好听话，去掉括号，次方要相什么？相乘嘛。那你不要忘了哦，你是乘以 b 减二，要不要括号？要，要，是 b 减二整个乘以几倍？哎，别忘了 b 减二整个乘以两倍。所以如果你没有括号的话，你后面的负二只会乘几？只会乘以倍哦，要注意哦。所以它会写成什么？来看好了，两倍的 b 减二，分配率乘进来就变成什么？十的二 b 负二跟二相乘是减四哦，这个是最容易被忽略的地方，请你一定要注意哦，好不好？减四，那二 b 减四等于多少？等于多少？没理我，二 b 减四等于多少？是啊，我们刚刚不是把一百的哦，一百 b 减二次方换成十的二 b 减四次方，那二 b 减四是不是就等于八？可以接受吗？那二 b 减，因为它底数一样了，你的次方是不是自然就会相等？底数一样就是比较次方。来，那二 b 减四等于八，那 b 是多少？二乘以谁减四会等于八？好，来同学，这很简单，我们可以用等量公理去做。来，先左右加四，偷偷加，不要被发现。那这是不是抵消了？那这里是变十二。来，谁乘以二会变十二？好，答案就是六。对对对，没错。我是因为我刚刚问二 b 减四是多少。来，所以 b 是六。同学，那我们来看选项哦。a 是 b 的因数，请问二是六的因数吗？你国小光是哦，实心国小是不是？所以答案选 B。那老师，那 C 嘞？同学，偶数加偶数是不是偶数？所以这是错的哦，是偶数。对啊。然后嘞 ，A 大于 B 没有 ？A 小于 B 吼，可以吗？所以答案我们选 B， 这是第五题哦，真的难，真的难。我不出简单的题目哦。大家如果看国三的出题考卷，就知道我出的都比较惨了一点了，因为到时候会考看到的题目哈，基本上是之前从来没有用过，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挑战的过程。到
底在干嘛呢？上个课一下玩笔，再玩瓶子。好，再来往下，六跟七有没有问？哦，六七就是最基本的。那八呢？哎，来八有没有问？我跟你讲，今天如果我今天没有提醒那个黄千浩，他搞不好就说嗯，可以。不会。好，来九应该要吧？要吗？好，九一人有问，要问。有人有问啊，就有人要问啊，北青年，不是一人啊，薰衣要问啊。来，乘开几位数来。这里的八是代表一，后面有几位数是八位数，所以先写一，然后二、三、四、五、六，已经五位数了，是不是再加几个零？是三个零，所以总共几位数？九位数。是九位数。一人这样可以吗？啊，不是，薰衣这样可以吗？薰衣可以吗？哦，对啊，我们刚在上课之前是有那个举一个八位数，然后七加一可以接受。我们有举一个例子哦。再来第十题很贱，同学，你可以直接写第五。你很多人是不是写五？你可以直接写五吗？为什么？因为你看前面，注意它是科学记号吗？不是，它四十三哎，哎，科学记号只能到十，哎，我四十三，当然不行了。那你要先换成科科，前面要除以几？这要把小数点往前移，是不是让四三变四点三啊？可以直接除以十哦。不行，除以十，为什么？因为你直接除以十的话，是会改变大小，所以你后面要做一件事情，乘以十怎样，把它平衡回来，听得懂吗？前面变小，后面要变大，这就是什么？气球定理吗？是那个捏下去，哦，变大了，还捏，哦不，变大了，那个定理。哎，这是我开玩笑，你知道那个考试的时候，老师说，哎，那这不会什么气球啊？你要是跟人家讲气球定理，你就被人家打死了。这我定班。对啊，都蛮合理的。结果下一次你们学校老师教这一个都用气球来，你看捏，这变态哦。来，四十三点一五六是可以写成四点三一五六除以十，那后面乘以十来注意哦，十的负五再乘以十的。一次方，底数一样，相乘四方相，千化题，相加还相减？相加，来负五加一多少？小数点后面开始第几位不为零？这就是第四位开始不为零。大家薰衣这样可以吗？这个键就键在哪里？它不是不可能。哦，好，赞。来，以上呢就是我们这一次的检讨。那你错的好不好？等一下我们会上课内容，下课再来哦。等一下我会把这一份哦也放在我们的群组上，可以吗 ？OK 吧？那这次考试，你猜我会跟你爸妈讲？不会。我只是让你知道，其实你们学这个单元，就算我教过，还是有很多地方哦，还是不行哦，好不好？这一个我觉得及格分就是几分，我跟各位讲一下，是八十。因为有两题我没有讲，我没有特别讲过，需要挑战，所以大概是八十分，就是第四题跟第其他我没讲过吗？来，你自己看一下，那第六题我没教吗？然后再来，那个第二题我没教吗？啊，第一题我没教吗？哇，我有缺高中生，我没讲。不是，物极有运的话，好不好？其实都有讲过，好不好？就是要注意一下科学记号的换算哦。哦，来，如果你没有问题，我们要接着往下上课，我们今天要把一次教完。哎。要下课了，下课了，哎，要下课了，不换，不是，休息，你还休息哦？我上两个小时半休息两次太多了啦。可以啊。嗯。哦，我们现在来，我们的那个学生又在发情了哦。我跟你讲，
我是女生就算了，你不是男生还做这个动作，我是想把你天灵盖你。够下课。然后后面外面散架的话就会散。来，你们做什么？就是啊，就是以前老师啊，以前老师在庙口有摆摊，我摆摊就哦，对，你跟我讲，就是在庙口的时候有夜市，我会摆摊。那我摆摊的庙口，庙口，那我在庙口摆摊都做什么嘞？都做一个民俗的那个传统工艺叫捏面，你看过吗？是把一根棍子，然后捏一个捏面人。哦，那种小东西，你知道吗？那当补习班老师之后，我发现这个东西也可以在补习班，就是得到传承，可以发扬光大。怎么做嘞？就是只要有白痴的学生，尤其是男生，然后耍可爱，把自己说，哎，老师，我就会把我们门外的雨伞直接往他屁股插进去，然后插在我们补习班当一面。哈哈哈哈哈哈！好笨哦！不要庆幸今天没有下雨。要不然我放进去，我要把伞打开。要完了，来同学，我们下课休息十分钟。哎，可是等一下，我需要很专注，因为我要赶快把那后面讲一讲，可以吧？好，来，我们1614见，可以吧？好，我们休息十分钟，只有十分钟。嗯？什么东西？怎么又在发疯了？怎么了？我看不到，我不管。因为我没有分享，跟我分享。来，同学，我们要上课了。哎，其实蛮好笑的吧？比较蛮幽默的。好，那我们听到完了哈，我们要回来上课了。Go go。嗯？有我录，我录。这红红色就是录。好，来继续咯，你看又是换课的记号，这个给啊，简单啊，啊，好简单哦，谁写？不下课，要紧张。来，我们刚刚讲一句子一页，来 next， 哦，这个数字就比较大了哈，有趣了哦。来，同学，这个你会发现，他不是已经哦，他不是已经帮你换成课的记号，你要自己去怎样去调整哦。像前面太大，你就要怎样，把它变小一点嘛？还是考你啊？那你也可以这样讲啊。为什么考试的时候他不一开始就给我答案？哦，写上去就好了、啊。对啊，来，我们可以先把这个换成科科，是不是写成3.4乘以10的四次方？后面还有一个10的三次方，是不是就变成什么3.4乘以10的？有没有很简单？说没哇哦哇哦，一个说有，一个说没有，一个说还好，反应很特别哦。好，再来第二小题，哎，快哦快哦，我们需要你的精神哦。我们是可以先把前面换科科，写成多少？我说换成科，可以十的，小数点后面第几位不为零？四，你个头。第三位开始是不为零，对不对？这是十的负三，然后再乘以十的五次方，来，再来，底数一样，相乘次方相，加五加负三，这就是二次，这样可以吗？来，那个线上的朋友有跟上吗？哦，现在会开始渐渐的加一点速度哈。如果你觉得，哎，老师还是太快了，那你跟我讲，哦，那我归零。我不要为了任何人而改变自己。说话，不要为了任何人改变自己，做自己的主人。来，第三题，来68.23，你觉得它是我们的科学记号吗？当然不是嘛。那6.823你写上去，你是不是还怎样？要不写一个乘以十的一次方在后面？对吗？这就变6.823。乘以什么十的八方，对吗？俗话说得好，八方漂亮。
来，这个换成科科是多少？7.8乘以10的。我在问你啊。问我。这很难吗？这我是讲这个，你这不会吧？是不是？一米八的椅子。啊？你要看后，我是问你啊。你问你问我是米八的椅子。是啊，我是问这个是课题要怎么写。前面这个课题要怎么写？三啊，为什么？怎么说？为什么是四？到底多少？黄千桦，黄千桦，黄千桦，哎，黄千桦，黄千桦，我跟你讲哦，现在一直在害怕回答。可是我告诉你的是，我们要确定的是你会不会，因为你来这边学，我们当然是要把你教懂。不要一直害怕回答，你讲错没有关系，讲错我就会不会说 gap， 我要就继续讲。不是三次方，是四次方啊？为什么呢？哎，黄千桦，不能骂，这我可以吗？哎，线包为什么后面是四次方？因为我们是看后面有几位数，懂我意思吗？后面的位数有几个？为什么？我们那个时候讲小数点点在这，它移动几次？一二三四，所以是不是多了四次方？哦，没有啊，我只是说前面而已啊。好，来再来，后面还有个负，对不对？这里是写7.8乘以10的，黄天桦。对，就这样，可以吗？哦，7.8乘以10的负一，哦。来，最后第五题喽。来，第五题。啊？错，你又在猜了，你又在猜了。我们怎么确定？是哦，没有看到。哎，千万不要说谎。是没有看到。我没有看到，题目写在那里。不是，我是问前面这个是十的负极。它是 1.2 乘以10的负极。2。为什么是负 2？ 因为小数点后面。对啊，我们是看小数点后面第几位不为零啊。那你也可以看小数移动，但是因为这样比较麻烦，所以我希望你把那个结论记下来嘛。它移动几次？两次，所以是不是就是负 2？ 可以接受吗？为什么？想想看哦，你是不是前面的数字从 0.012 变成了 1.2， 是放大100倍？那后面是不是叫除以什么？除以100，也就是什么乘以10的负二次方，可以吗？ OK， 好不好？那当然是直接看小数点后面第几位不为零是最快的哦。好，那这里是负二，后面还有什么？负三，所以是总共10的负5，这样可以。来问一下线上的朋友，傅一奇，呜呼，哦，对不起，哦，来涂嘉华可以吗 ？Jen， 又婷 ，Ian。我言签就签就好，可以哦。好，那这个呢是我们学校的段考会出的基本题，这是基本的，因为大家都会，所以你这个没有错误的空间。不要讲什么，哎，这没有错误的空间哦。为什么？因为真的是不难哦。你看，就是把前面换成科科，然后合并而已，懂我意思吗？可以吗？听吗？听话哦，好不好？你要小心哦，哦，不要错了，要注意啦。再来应用问题哦，这个讲出来是应用问题，但实际上其实怎样，也很简单啊。要打星号吗？讲一下好了，打个星号，打个星号。我说打星号，其实不是说这一题很重要，应该是说这个题目的题型的那个出题方式很重要，因为它是有结合一些资讯的，对不对？那有时候它可能会出什么细菌的直径啊，或是那个悬浮粒子 PM 那个 PM 二，你不懂啊？大家也看得出来，我其实画星星嘛，对不对？啊，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一直变爱心。他刚刚有星星，觉得受不了，没有，他没有变，
他们有变成那个没有变成不是他们有变成那个好的来同学这个呢他有时候会出什么悬浮为例啊的那个直径然后问你说他写课程计划之后他可不可以通过那个口罩的狭缝之类的我跟你讲这一次如果今天好是出杠杆好片我猜啦他就会出可能武汉肺炎的那个他的那个病毒他的直径有多少然后你的口罩的防水层他可能做的那个口罩可以让那个粒子通过与否就是说这个口罩合不合格然后他就会考这样子的一个问题知道讲什么吗他可能会跟你说口罩的小细缝的那个孔洞它的那个宽度有多宽可以吗然后问你有一个病毒可不可以通过你的口罩之类的懂我意思吗就会跟生活有点连接的感觉 OK 吧那之前是出那个悬浮为例那你猜这次会不会出武汉病毒哎，有可能你知道什么吗我不知道为什么来自于老师的直觉说不定他会出一个什么铅化色病病病之类的会不会经由那个空气传播然后你会不会戴着口罩也防不住会哦因为黄铅化会直接扑在你身上哦很可怕哦对啊这就是一个日常生活中常会遇到的你看 COVID-19 来了跟我们没什么关系哦你看他是打报告 1KB 等于 1024 bytes 哦这个是真的哦这是真的然后呢用了 Word 档打了一份他的研究报告档案大小是256跟865那请问265跟865大概是几 bytes 然后用科学记号对他就是想要跟科就是时事连接啊那你看哦所以我们得先知道他是不是256有几倍的哦不好意思是乘以多少是乘以1024然后就会变成 bytes可以接受吗？这样可以接受吗？因为原本是 KB， 然后后来是转换，是要乘以1024才会变 bytes， 可以吗？好，接下来呢，老师来心算一下。哦，哎，嘘，没有，我是真的心算，手机心算。哦，来来来，老师算完了，答案是262144，然后取到万位，所以是取到这一位嘛，对不对？所以是不是取到万位？注意哦，取到万位，那我们要写点二吗？还是不用写点二？哎呀，问你们啊，你们都问我，取到万位的意思就是我们只最后答案只会有万以后的答案。那后面呢要四舍五入嘛，对不对？那点那个点二是不是会被舍去？二是会被舍掉，所以答案呢大约是多少？26123444四个零，可以吗？但是用科学记号表示，所以是2.6×10^5 bytes 啊，记得写单位哦，没写单位会全错哦。哦，可是老师他只问一个吗？没有，他问几个？所以你还有一个856哦，来同学，哎，不好意思，865，来，接下来就见证你数学的奇迹了哈，来，请问乘出来多少？哦，哎，真的是，真的老师要心算你们才会哦，这是885760，那这老师怎么那么厉害？就经验了哦，好不好？就算数会比较强。可是哪一分是大部分的来取到这一位这个是要进还是要舍进这是大约89万可以吗 bytes 那换成科科就是多少8.9×10^5这题难难在哪里难在那个乘法很难乘要乘一阵子那考试会不会出跟你讲还是真的会出而且数字 不见得会这么好看考试有出过更丑的考试有出过一个时间判断就是可能一年大约是几秒
然后换成那个换成科学记号，一年大约是几秒？一年大约哦，我忘记是多少，好像是十的十二次方秒，哦，9.12乘以十的十二次方，你知道吗？那乘要乘几次来？我算给你看啊，哎，欸，你看你看，我骗你。我跟你，他还75年，还要乘以75。你这样看哦，怎么换？你想想看，是不是一年有几天？来，这个不用写，我自己讲给你听。一年是365天，啊，帮我把这个式子写出来。然后嘞，365天，一天几个小时？24小时。那一小时有几分？60分，一分有几秒？对，要全部乘开。哎，我是真的哦，我是讲真的，大家不要以为我开玩笑，因为这一段考就考这个，而且它更可恶，它出几年，75年，然后表示几秒，所以你要乘开来之后换成什么科学记号，听得懂吗？哎，但是不能按。哎，大家知道我在讲什么吗？哦，哇，哎，那他说，哎，这个是计算机哦。那我们总不能健康教育说，哎，这个是女生，哎，那可以摸吗？不行啊。哎，这个健康课本我有上，不行啊，哦，好不好？这个真的是要层层看哦。来，我们还有一点点，怎么办？说啊，怎么办？嗯，再上一题就好，我们上14的第一小题就好，好不好？可以吗？来。来比较大小关系，来同学看一下14题，我讲一下为什么我们不能比较大小关系，因为他们有的是怎样乘开来的，有的写成有点像科学记号啊，有的写成什么次方，对不对？这是他们的表达方式 不一致，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比较大小。那我们就统一换成什么科学记号，可以接受吗？那怎么换？来，第一个小数点点下去后面几位数，2468，所以是3.4乘以，回我啊，对吗？这样可以吗？但是老师 B 不是科学记号了吗？哎，同学，这个是科学记号吗？是不是写成4.2乘以10的负1再9次方，所以这是多少？是8。所以其实写到这里已经知道什么，就是你的 B 已经比 A 大了，可以吗？那老师，那 C 怎么办？那个乘开来哦。哎，同学，我说过，2跟5在一起会不会比较好乘？你知道在讲什么吗？男生有9个人，女生有7个人，可以配成一男一女几组？我在讲话。男生9个，女生有7个，一男一女出去玩，总共可以配成几对？7，为什么？因为女生只有7个。来，2有9个，5有7个，配成几个词？哎，打哈欠吗？来，2有9个，5有7个，可以配成几个词？也是7个，为什么？因为1个2，1个5配成一个词，这样可以吗？所以来第三个 C 哈，就变成来看喽，3的2我们先留下来。那是不是还剩下2个2？剩下是不是2跟5可以配成什么一对？有几个？是不是7个？可以接受吗？来，22得4，33得9，94，36乘以10的几次方？7次方。来，请问到这边有没有问题？这是一个哦，如果我没有教，要能自己写出来，不是那么样容易的事。那当然，最后就换成什么，就是科科就好了。所以变成3.6乘以10的8次方，来比较大小，所以 C， 哎，写错了，所以 B、C、A， 来，同学有没有问题？好，来，如果没有问题，我们今天课就上到这边，谢谢大家哦，好不好？今天考试后，哎，就是很壮烈啦，我下次还会抽考一次，就是哎，我讲。回家抽考就考那个科学记号转换，好不好？不要再错了哦。好，讲话。干嘛？你要去相亲是不是？很急呢。那那。大哥。哦，
哎，对对对对对对。哎，我们之后是晚上哦，不要搞错喽，哦。